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做晚饭了。今天我们晚饭打算吃米饭，还有鱼香肉丝。因为我们家不知道什么时候买了一袋这个酱，所以正好家里还有里脊肉。芝士肉丝，你确定这个肉丝可以吗？没问题。它会不会有点太粗了？然后现在已经备好菜了，这个是肉丝、胡萝卜，然后这边有一些青椒啊、尖椒，还有一些剁椒，这个是在中超买的。然后这个料就是一个做鱼香肉丝的一个调料，不知道怎么样味道。先炒什么呀？开大火，它就不粘锅。大火炒肉。大火。大火转身了。接下来控油。这个肉丝是不是真的不宽呀？我觉得餐厅的肉丝不是很细吗？那是因为肉丝很贵啊。有草葱、姜蒜、小火锅。好家伙！青椒，感觉是有那么一点样子。用它的这个木耳还没有放。对，木耳后放，木耳还少炒一下。要放料了，放一包吗？放一包，它有两包，我们试一包，看怎么样。放点咸蛋吧。咸蛋。我觉得它这个料应该味道不是很重。它里面是不是也已经包含了豆瓣酱？对，有一些东西，对，最后已经包含了。哇，闻到香味了耶！木耳丝。感觉有那么一点样子呀，真的。下肉丝了。您这种份额是 XXL 的。对。你的勺子是不是已经咬破了？有点辛苦。好像还差一点颜色，我们要不要？马上做糖醋汁，这个汁，调味汁在这里，我自己调了一份。差一点颜色。对，它本身的那个汁那个不是很够。